们的鱼来了，这是我们的烤鱼，烤鱼上面很多料，现在让它多煮一下可以入味。这是蒜香味的烤鱼，两份米饭给你，谢谢。这是米饭，谢谢。没有，我们剩两份米饭。这是水果沙拉，已经吃一半了。这是我的西瓜，西瓜汁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有讲了，我说我要去找洗手间，他会录进去吗？不会啊，你可以剪啊。那我再录一下这个店，关起来，还是再录一份新的？就是，好吧，那再录一份新的。我们的鱼上来了，然后有附两份米饭。算了，我不想录了，很麻烦。